这让我上感觉骄傲的查某囝，哪会为着一场恋爱，把家己母仔这么狼狈？发生这么多代志，咱拢无甲讲。我惊叫你妈，我真正是真生气啦。因为张崇伟结婚，你上班也无爱去上，规天关在房间，无爱插人。我对你出现几天啊，我到今麦才看到你。我迄勇气，搁行出这门，我惊我若是一行出去，我就会发现崇辉已经无属于我，我的心搁要出去啊！讲，叫你行出来，你一时无法度。啊，不过爸相信讲，你不是一般人，袂这么简单，帮我拍败伊。无安尼啦，爸安排你放假，你出国去行行好无？我不爱。我袂用去一个我从未的所在，我无法度去想讲，假使从未若无伫我身躯边，我日子是要安怎过？小倩，从未并无爱你，伊是咧利用你，伊是要无钱的时阵，伊就来找你摕，钱摕到手，就回头去娶别人。你是安怎阁无法度看清楚伊的真面目？爸，我自细汉到大汉，你都教我，你讲我是一个上较优秀的人，我想要得到物件，我拢一定摕得到，我袂输。我嘛绝对袂认输，不过是安怎，你的感情这一项，不管我哪打拼，我都是得袂着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跟我讲啊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听爸讲，人的心是上无可靠的，所以自细汉爸就开始家庭。根本做一个相信钱，慢慢做一个相信人的生理人。小倩啊，你想要单恋来，并无唔对，只是你爱唔对人，投资到一个了钱的产品。我你讲哦，你是应该做的，就是下定决心。马上斩断这段感情，知影无？爸，你想到连你嘛要叫我放弃？我有想过，啊，不过我就是做袂到，我就是做袂到。这是你跟我讲，我到底是要怎做？我嫁到是你讲，我就是一个失败者，我就是这么着爱。你跟我讲啊！
小姐，你听爸讲，这是你的爱情，我真正无法度教你应该安怎做。只要你活了，比敌人较好，都是敌人上大的打击。你要振作起来，活了比对方更加光彩。敢讲，你要让对方看到你这款青山绿壁的模样？啊？你知影无？你要较精神的。振作起来，把家己整个水水，走出大门，一定要把对方拍落地。安尼才是我顾家己的查某囝高小姐，知影无？爱活了比敌人更好，爱把敌人拍落地。无唔对啊！只要你徛的宽度比对方较宽的时阵，你就会知影讲，你之前表现的软弱、失志，还佫无自信，拢是家己在骂家己。你嘛了解讲，自头到尾，因家己完全未必的。我敢真正做会到，你当然做会到啊！你是我上骄傲的查某囝，富贵集团第一千金。你想看麦？爸今麦头壳有一条肿瘤，唔知虾米时阵出代志，我真正唔知有偌侪时间会当待在你身躯边陪伴你。照顾你，小姐，一定要自己坚强点。爸，爸，你妈来讲，好不好？你妈来讲啊，你一定要用足侪时间才陪我的。是的啦，我拢一直在我家己失恋情绪内底，我拢袂记要关心你，是的啦，爸，你原谅我。查某囡仔的目屎比泉州搁较珍贵，恁通凊彩去外口出，知影无？你放心啦，爸今麦还阁真坚强，我相信一定会度过这关的。要相信，咱哥甲规家啊，一定阁做伙，久久长长。你一定会好起来，你一定会好起来。对啦，我会记哦，以前细汉时阵，你安尼无欢喜啊，咧哭的时阵，只要一食到一项物件，你就会开始笑。爸专工哦，甲你家己买转来，唔知影怎么口味变袂。一点嘛拢无改变嘞，足够水的吼！你食，食煞了，爸唔准你搁哭啊，知影无？